三国志》，西晋陈寿者，宋裴松之著。一目录卷一位书一零零一五地纪第一卷，二位书二零五六文地纪第二卷，三位书三零九四明地纪第三卷，四位书四一百二十三少地纪第四卷，五位书五一百五十七后飞传第五卷，六位书六一百七十一董二元流传第六卷，七位书七两百二十吕布张邈臧洪传第七卷，八位书八两百三十九二公孙陶四章传第八卷，九位书九两百六十八朱夏侯曹传卷，十位书十两百八十五荀彧幽贾诩传卷，十三位书十三三百二十三中纣华歆王朗传卷，十四位书十四三百三十七二陈郭董刘蒋刘传卷，十五位书十五三百五十七刘司马梁张温贾传卷，十六位书十六三百六十八任苏杜郑仓传卷，十七位书十七三百八十一张乐于张徐传卷，十八位书十八三百九十一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延传卷，十九位书十九四百零二任陈陈萧王传卷，二十位书二十四百一十三五文氏王公传卷，二十一位书二十一四百二十一王位二刘富传卷，二十二位书二十二四百三十二环二陈徐魏卢传卷，二十三位书二十三四百四十六何长阳杜赵培传卷，二十四位书二十四四百五十六韩崔高孙王王传卷，二十五位书二十五四百六十七新皮杨富高唐龙传卷，二十六位书二十六四百八十四满田千郭传卷，二十七位书二十七四百九十七徐胡二王传。一三国志卷一位书一武帝纪第一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，姓曹魏操，字孟德，汉相国参之后。宜桓帝是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，封废亭侯。二养子松嗣，官至太尉，莫能审其身出本末。三松生太祖。注疑曹瞒传曰：太祖一名吉利，小字阿瞒。王审魏书曰：其先出于皇帝。当高阳氏陆中之子曰安，是为曹姓。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后，封曹瑕于诸。春秋之事与于盟会，逮至战国，为楚所灭。子孙分流，或家于沛。汉高祖之起，曹参以功封平阳侯，世袭爵土，爵而复少，至今是四国于戎臣。注二司马彪续汉书曰：滕复杰，字元伟，素以仁厚称。邻人有王使者，与杰使相类，一门任之，杰不与争。后所王使自还其家，使主人大惭。宋所任使并辞谢节，节笑而受之。由是乡党贵叹焉。长子伯兴，次子仲兴，次子叔兴。腾字季兴，少除黄门从官。永宁元年，邓太后召黄门令选中黄门从官年少温景者配皇太子叔腾应其选。太子特亲爱腾，饮食赏赐与昔有异。顺帝即位，为小黄门，迁至中常侍大长秋。在审踏三十余年，历仕四帝，未尝有过。好进达贤能，终磨所毁伤。其所称见，
若陈留余放，边韶、南阳严固，张温、弘农、张焕、颍川、唐西典等，皆至为公卿，而不乏其善。蜀郡太守因既立修进于腾，益州刺史种浩于函谷关搜得其间，上太守，并奏腾内臣外交所不当为，请免官治罪。二，帝曰：兼自外来，腾书不出，非其罪也。乃请号奏。腾不以介意，常称叹号，以为号的世上之节。号后为司徒，与人曰：今日为公，乃曹常侍恩也。腾之行事，皆此类也。桓帝即位，以腾先帝旧臣、忠孝张哲，封废亭侯，加位特进。太和三年，追尊腾曰高皇帝。著三序《汉书》曰：松字巨高，直姓敦慎，所在忠孝，为司隶校尉。灵帝擢拜大司农、大鸿胪，代崔烈为太尉。皇初元年，追尊嵩曰太皇帝。吴人作曹瞒传及郭班氏与并云：嵩，夏侯氏之子，夏侯敦之叔父，太祖于敦为从父兄弟。太祖少机警，有权术，而任侠放荡，不治行业，故世人谓之奇也，疑为梁国乔玄、南阳何于一焉。玄谓太祖曰：天下将乱，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，能安之者，其在君乎？二年二十，举孝廉为郎，除洛阳北部尉，迁顿丘令，三征拜议郎。四著遗曹瞒传云：太祖少好飞鹰走狗，游荡无度，其叔父数言之于嵩。太祖患之，后逢叔父于路，乃佯拜面歪口。叔父怪而问其故，太祖曰：卒中恶风。叔父以告嵩，嵩惊愕，呼太祖，太祖口冒如故。嵩问曰：叔父言汝中风，以差乎？太祖曰：初不中风，但失爱于叔父，故见往耳。嵩乃疑焉。自后叔父有所告，嵩终不复信，太祖于是义的四义矣。著二位书曰：太尉乔玄，是明之人，因太祖而义之，曰：吾见天下名士多矣，未有若君者也。君善自持，吾老矣，愿以妻子为托，由是声名益众。续汉书曰：玄字公祖，言明有才略，长于人物。张凡汉纪曰：玄立位中外，以刚断称，谦俭下士，不以王爵私亲。光和三，中为太尉，以久病策罢，拜太中大夫，卒，家贫乏产业，舅母所病，当世以此称为名臣。是语曰：玄谓太祖曰：君未有名，可教许子江。太祖乃造子江，子江纳焉，由是之名。孙慎一同杂语云：太祖常思入中常侍张让事，让爵之，乃五首己于庭，于园而出，才武绝人，莫之能害。博览于书，特好兵法，超级诸家兵法，名曰皆要，又著孙武十三篇，皆传于世。常问许子江：我何如人？子江不答。
故问之。子将曰：“子至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。”太祖大笑。祝三曹瞒传曰：“太祖出入未泄，擅至四门，造五色棒，县门左右各十余枚，有犯禁，不必豪强，皆棒杀之。”后数月，灵帝爱幸小黄门检硕叔父夜行，即杀之。京师敛气，莫敢犯者。晋袭宠臣贤及之，然不能伤，于是共称见之，故迁为顿丘令。祝四位书曰：“太祖从内府引强侯宋齐被诛，从作免官。后以能明古学，复征拜议郎。先是大将军窦武、太傅陈蕃谋诛燕官，反为所害。太祖尚书陈武等正直而见陷害，奸邪淫朝，善人庸色，其言甚切，灵帝不能用。事后诏书敕三府，举奏州县政理无效，名为作谣言者免罢之。三公倾斜，皆悉事见诏用，或路并行，强者为怨，不见举奏，弱者守道，多被陷毁。太祖急之，是遂以灾异博问得失，因此复尚书切谏，说三公所举奏专回避贵戚之意。奏上，天子感悟，以示三府则让之，诸以谣言真者皆拜议郎。事后政教日乱，豪华易斥，多所摧毁。太祖之不可匡正，遂不复献言。光和末，黄巾起，拜其都尉，讨颍川贼，迁为济南乡。国有十余县，常吏多阿富贵戚，赃污狼藉，于是奏免其八，禁断淫肆，奸鬼逃窜，郡界肃然。以久之，真还为东郡太守。四不就，称疾归乡里。二祝一位书曰：“常吏受取贪饕，一以贵势，立前乡不见举，闻太祖至，贤皆举免，小大震怖，奸鬼遁逃，窜入他郡，政教大行，一郡清平。”初，陈阳景王刘璋以有功于汉，故齐国为立祠，青州诸郡转乡仿效，济南尤甚，至六百余祠。古人获甲二千石于福岛，从作畅乐，奢侈日甚，民作贫穷，吏士常吏无敢进爵者。太祖道：“皆毁坏祠屋，只觉官吏民不得祠祀。”及至秉政，遂除奸邪鬼神之事，是之淫肆由此遂绝。祝二位书曰：“于是权臣专朝，贵戚横恣，太祖不能为道取荣。庶庶干武，恐为家祸，遂起流速颤。拜议郎，常托疾病，折告归乡里，住室城外。春夏习读书传，秋冬亦列，以自娱乐。请之，冀州刺史王芬、南阳许攸、沛国周京等廉洁豪杰，谋废灵帝，立合肥侯，以告太祖。太祖拒之。芬等遂败。遗著遗司马彪《九州春秋》曰：“于是陈蕃子义与术士平原乡凯会于分座，凯曰：‘天文不利患者，黄门、常氏、贵、真族灭矣。’”一喜。分曰：“若然者，分愿驱除。”于是与攸等结谋。灵帝欲北巡河间旧宅，分等谋因此作难，
上书言黑山贼攻劫郡县，求得起兵。会北方有赤气，东袭敬天，太史上言当有阴谋，不以北行，帝乃止。赤分罢兵，俄而争之，分惧自杀。魏书载太祖惧分辞曰：夫费力之事，天下之志不祥也。古人有权臣败既轻重而行之者，伊尹、霍光是也。伊尹怀志。五、忠之臣惧宰臣之事，处官司之上，故进退废制，即从势力。及至霍光受托国之任，及宗臣之位，内因太后秉政之重，外有余亲痛欲之事，昌邑即位日浅，未有贵宠，朝伐党臣，亦出秘境，故既行如转环，事成如摧朽。今诸君图见囊者之意，未应当今之难。诸君自度，结息连党，何若七国？何肥之贵，孰若吴楚？而造作非常，欲望必克，不亦为乎？今臣边章，韩遂杀刺史郡守以叛，息十余万，天下骚动。真太祖为典军校尉。惠灵帝崩，太子即位，太后临朝。大将军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，太后不听。进乃召董卓，欲以挟太后，以卓未至而进见杀。卓道：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，京都大乱。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，欲与济事。太祖乃便易姓名，兼行东归。二出关，过中牟，为廷常所疑，执义县，义中获窃食之，为请的解。三卓遂杀太后及弘农王。太祖至陈留，散家财，合义兵，将以诛卓。冬十二月，始起兵于己吴，四世岁中平六年也。著一位书曰：太祖闻而笑之曰：燕术之官，古今已有，但是主不当假之权宠，始至于此。既治其罪，当诛元恶，一欲立足矣，何必纷纷召外江乎？欲尽诛之，势必宣漏，吾见其败也。著二位曰：太祖以卓中必复败，遂不就败，逃归乡里。从述其过故人臣高吕伯奢，伯奢不在，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，取马及物，太祖手刃及杀数人。是语曰：太祖过伯奢。伯奢出行，五子皆在，被宾主礼。太祖自以被卓命，移其徒己，手剑夜杀八人而去。孙慎杂记曰：太祖闻其实气身，以为徒己，遂夜杀之。继而七创曰：宁我负人，无人负我，遂行。著三世语曰：中牟一世亡人，建居于县，时愿意以被卓。六、书为公曹兴之事太祖，以事方乱，不宜居天下雄喜，因白令释之。著四世语曰：臣留孝廉忏资以家财资太祖，使起兵，悉有五千人。初平元年春正月，后将军袁术继周牧韩馥，一豫州刺史孔宙，二兖州刺史刘岱，三河内太守王匡，四渤海太守袁绍，陈留太守张邈，东郡太守乔瑁，五山阳太守袁仪，
六冀北乡报信七同时聚起兵，西各数万，推绍为盟主。太祖行奋武将军。著遗英雄纪曰：父字文杰，颍川人，为御史中丞。董卓举为冀州牧。于时冀州名人殷盛，兵粮优足。袁绍之在渤海，复恐其兴兵，遣数部从事守之，不得动摇。东郡太守乔瑁诈作京师三公遗书与周郡，陈卓罪恶，云：见逼迫，无以自救，弃望义兵，解国患难。复得疑，请诸从事问曰：今当助袁氏邪？助董卓邪？至中从事刘子惠曰：今兴兵为国，何谓袁、董？父自知言短而有惭色。子惠复言：兵者凶事，不可为首。今以往事他州，有发动者，然后何之？冀州于他州不为弱也，他人公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。复然之。父乃作书与绍，道卓之恶，听其举兵。著二英雄纪曰：丹由字公绪，陈留人。张凡汉记载正太说卓云：恐公绪能轻谈高论，虚哭吹声。著三代，刘纣之兄，事件无志。著四英雄纪曰：匡字公杰，泰山人，清才好诗，以任侠文。辟大将军何进府进府使，匡于徐州发强弩五百，西益京师。会进拜，匡还州里。起家拜河内太守。谢成后汉书曰：匡少。七与蔡邕闪。其年为卓军所败，走还泰山。收集晋勇得数千人，欲与张邈和。匡先杀执金吾胡母班。班亲属不甚愤怒，与太祖并誓，共杀匡。著五英雄纪曰：瑁字元伟，玄族子。先为兖州刺史，甚有威惠。著六夷字伯业，少从兄。为长安令。河间张超常见疑于太尉朱喜，称疑有官事之意，干实之量。其中允量直，故天所纵，若乃包罗载籍，管宗百事，登高能赋，因物之名，求之今日，渺焉迷愁。事在超集合。英雄纪曰：少后用疑为扬州刺史，为袁术所败。太祖称：长大而能勤学者，唯吾与袁伯业耳。与在文帝典论。著七姓事件子勋传。二月，卓文兵起，乃徙天子都长安。卓留屯洛阳，遂焚宫室。是时少屯河内，邈、代、瑁移屯酸枣，数屯南阳，丹由屯颍川，复在邺。卓兵强，少等莫敢先进。太祖曰：举义兵以诛暴乱，大西以和，诸君何疑？相使董卓闻山东兵起，以王室之众，据二州之险，东向以临天下，虽以无道恒之，犹足为患。今焚烧宫室，劫迁天子，海内震动，不知所归，此天王之时也。一战而天下定矣，不可失也。遂引兵西，将据陈高。邈遣将颤资奋兵随太祖。到荥阳汴水，
欲着将徐荣，与战不利，士卒死伤甚多。太祖为刘史所忠，所乘马被创，从帝弘以马与太祖的夜遁去。荣见太祖所将兵少，力战近日，未酸枣为义公也，亦引兵骸。太祖到酸枣，诸军兵十余万，日至九高会，不图进取。太祖则让之，因为谋曰：诸军听无计，使渤海引河内之西陵孟津、酸枣诸将守城高，据敖仓、塞涣垣、太谷，全置其险。使八元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、西入武关，以镇三府，皆高垒深壁，勿与战，亦为疑兵，视天下形势，以顺诸逆，可立定也。今兵已易动，迟疑而不进，失天下之望，且为诸军耻之，邈等不能用。太祖兵少，乃与夏侯惇等益扬州募兵，刺史陈温、丹阳太守周兴与兵四千余人，还到龙亢，士卒多叛。一至至建平，复收兵的千余人，进屯河内。著一位书曰：兵谋叛，夜烧太祖帐，太祖手剑杀数十人，余皆披靡，乃得出营，其部叛者五百余人。刘岱与乔瑁相恶，岱杀瑁，以王公领东郡太守。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，太祖拒之。一绍又长的一玉印于太祖座中举向其肘，太祖由是笑而恶焉。二著一位书载太祖答绍曰：董卓之罪，暴于四海，吾等何大惜？心一兵而远近莫不回应，此以易动故也。今又主为弱，至于奸臣，未有昌邑亡国之幸，而一旦改易，天下其孰安之？诸君北面，我自西向。著二位书曰：太祖大笑曰：吾不听汝也。少复使人说太祖曰：今元公是胜兵强，二子已长，天下余英孰于于此？太祖不应。由是亦不执少，屠诛灭之。二年春，少复遂立于为帝，于中不敢当。夏四月，卓还长安。秋七月，袁绍携韩馥取冀州。黑山贼余毒、白绕、虽固等虽身随反，十余万西掠。九魏郡、东郡，王公不能御，太祖引兵入东郡，及白绕于濮阳，破之。袁绍因表太祖为东郡太守，至东武阳。三年春，太祖军遁丘，独等攻东武阳。太祖乃引兵西入山，攻独等本屯。夷独闻之，弃武阳骸。太祖要急虽固，又急匈奴于夫罗于内黄，皆大破之。二著一位书曰：诸将皆以为当骸自救。太祖曰：孙膑救赵而攻魏，耿偃欲走西安攻临淄，使贼闻我西而骸，武阳自解也。不骸，我能败其本屯，鲁不能拔武阳必矣。遂乃行。著二位书曰：于夫罗者，南单于子也。中平中发匈奴兵，于夫罗律以助汉。会本国反，杀南单于，于夫罗遂将其西流中国。因天下挠乱，与西河白波贼合，
破太原、河内，超略诸郡为寇。夏四月，司徒王允与吕布共杀卓。卓将李榷、郭汜等杀允公部，不败，东出武关。榷等善朝政。青州黄巾西百万入兖州，杀任丞相郑燧，转入东平。刘岱玉及之，报信谏曰：“今贼西百万，百姓皆震恐，士卒无斗志，不可敌也。观贼西群备相随，军无辎重，唯以超略为辎。今不若处士西之力，先为固守。彼欲战不得，攻又不能，其势必离散，后选精锐，据其要害，即之可破也。”待不从，遂与战，果为所杀。宜信乃与周立、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兖州牧，遂进兵及黄巾于寿张东。信力战斗死，谨而破之。二构求信丧不得，昔乃刻木如信形状，继而哭焉。追黄巾至蓟北，起将东受降卒三十余万，男女百余万口，收其精锐者，号为青州兵。十著遗事语曰：“待既死，臣恭谓太祖曰：周今无主，而王命断绝，恭请说周中，民抚寻往慕之，资之以收天下，此霸王之业也。”公说别驾，至中曰：“今天下分裂而周无主，曹东郡命世之才也，若赢以慕周，必宁声名。”报信等亦未知然。著二位书曰：“太祖将部其千余人行事战地，猝抵贼营，战不利，死者数百人，引骸贼寻前进。黄巾为贼久，数乘胜，兵皆惊悍。太祖旧兵少，新兵不习练，举军皆惧。太祖被贾英胄亲寻将士，明劝赏罚，昔乃复愤，臣贤讨及，贼稍折退。贼乃遗书太祖曰：昔在济南，毁坏神坛，其道乃与中皇太以同，似若知道，今更迷惑。汉行已尽，皇家荡立，天之大运，非君财力所能存也。”太祖见檄书，喝骂之，数开士将路，遂设其伏，昼夜会战，战折擒获，贼乃退走。袁术与少有隙，数求援于公孙瓒，瓒使刘备屯高唐，丹津屯平原，陶谦屯发干，以逼少。太祖与少会集，皆破之。四年春，军卷城。荆州牧刘表断数粮道，数引军入城流，屯封丘、黑山于贼及于夫罗等佐之。数使将刘翔屯匡亭，太祖即降，数救之，与战，大破之。数退保封丘，遂围之，渭河，数走相邑，追到太寿，掘取水灌城。走宁陵，又追之，走九江。夏，太祖还军定陶。下邳却宣据西数千人，自称天子。徐州牧陶谦与共举兵取泰山华、废略任城。秋，太祖征陶谦，下十余城，谦守城不敢出。是岁，孙策授袁术使渡江，数年闲遂有江东。新平元年春，太祖自徐州还出，太祖复松，
去关后还桥，董卓之乱，避难狼邪，为陶谦所害，故太祖志在复仇东伐。十一，一下使荀彧、陈玉守鄄城，复征陶谦，把五城遂略的至东海，还过潭，谦将曹豹与刘备屯潭东，要太祖。太祖急破之，遂攻拔相奔，所过多所残路。二柱一事语曰：松在泰山华县。太祖令泰山太守印绍宋嘉义兖州，哨兵未至，陶谦密遣数千骑掩捕。松嘉以为哨营，不设备。谦兵至，杀太祖弟得于门中。松惧，穿后援，先出其妾，妾肥，不时得出。松逃于侧，与妾俱被害，合门皆死。少惧，弃官复袁绍。后太祖定冀州，绍时已死。为要吴书曰：太祖迎松，资重百余两。陶谦遣都尉张凯将其二百搀送，凯于泰山华，费奸杀松，取财物，因奔淮南。太祖归咎于陶谦，故伐之。著二孙晟曰：夫伐罪吊民，古之令鬼，罪谦之由，而残其属部，过矣。会张邈与陈宫叛迎吕布，郡县接应。荀彧、陈玉保鄄城，范东阿二县固守，太祖乃引军还。不道，攻鄄城不能下，西屯濮阳。太祖曰：不一旦得益州，不能据东平，断抗复。泰山之道臣显要我，而乃屯濮阳，吾知其无能为也。遂进军攻之，不出兵战，先以其犯青州兵。青州兵奔，太祖乘乱，持突火出，坠马，烧左手掌。司马楼亦扶太祖上马，遂引去。一位至营止，诸将尉与太祖相见，皆不。太祖乃自立劳军，令军中簇为工具，尽复攻之，与部相守百余日。蝗虫起，百姓大饿，不粮食亦尽，各隐去。著遗元伟献帝春秋曰：太祖为濮阳，濮阳大姓田氏为反贤，太祖的入城，烧其东门，事无反意。即战，军败。不齐的太祖而不知事，问曰：曹操何在？太祖曰：乘黄马走着。十二，是也，不齐乃是太祖而追黄马者。门火尤盛，太祖突火而出。秋九月，太祖还鄄城，不到城市，为齐县人李靖所破，东屯山阳。于是少使人说太祖欲联合，太祖兴师兖州，军食尽，将许之。陈玉指太祖，太祖从之。冬十月，太祖至东阿，是岁谷一斛五十余万钱，人相食，乃罢厉兵兴募者。陶谦死，刘备代之。二年春，袭定陶。既因太守吴资保南陈，未拔。会吕不至，又急破之。夏，不将薛兰、李丰屯据也，太祖攻之，不救兰，兰败，不走，遂斩兰等。不复从东明与陈宫将万余人来战，时太祖兵少，设伏，纵其兵急，大破之。
一步夜走，太祖复宫，拔定陶，奋兵平诸县。步东奔刘备，张邈从步，使其弟抄将家属保雍丘。秋八月，为雍丘。冬十月，天子拜太祖兖州牧。十二月，雍丘溃，抄自杀。以邈三族。邈亦袁术请救，为其妻所杀，兖州平，遂东略陈地。著一位书曰：于是兵皆出取麦，在者不能千人，屯营不顾。太祖乃令妇人守皮，西兵拒之。屯西有大堤，其南树木幽深。不以有福，乃相谓曰：曹操多绝，误入福中。引军屯南十余里。明日复来，太祖引兵堤里，出半兵堤外。不意进，乃令清兵挑战，既合，伏兵乃西城堤，不其并进，大破之，获其鼓车，追至其营而还。是岁，长安乱，天子东迁，败于曹阳，渡河幸安邑。建安元年春正月，太祖军临武平，袁术所至丞相袁四将。太祖将迎天子，诸将获疑，荀彧、陈玉劝之，乃遣曹洪江。十三，兵西营，颤将军董承与袁术将长弩拒险，洪不得进。汝南、颍川黄金何仪、刘辟、黄绍、何曼等西各数万，出应袁术，又赴孙坚。二月，太祖进军讨破之，斩辟、绍等，夷及其西皆将。天子拜太祖建德将军，下六月，迁镇东将军，封废亭侯。秋七月，杨奉、韩先以天子还洛阳，宜奉别屯粮。太祖遂至洛阳，颤京都，先遁走。天子假太祖节钺，录尚书事。二洛阳残破，董昭等劝太祖都许。九月，车驾出浣园而东，以太祖为大将军，封武平侯。自天子西迁，朝廷日乱，致世宗庙社稷制度实立。三著一献帝春秋曰：天子出至洛阳，幸陈豨故中常侍赵忠宅。使张杨善至宫室，名殿曰杨安殿。八月，帝乃迁居。著二献帝纪曰：又领司隶校尉。著三张凡汉纪曰：初，天子拜于曹阳，欲扶河东下。侍中太史令王立曰：自去春太白范振兴于牛斗，过天津，荧惑又逆行守北河，不可犯也。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，将自止关东出。立又谓宗正刘爱曰：前太白守天关，与荧惑会，金火交会，革命之象也。汉作中以进，未必有心者，立后属言于帝曰：天命有去就，五行不常盛，待火者土也，成汉者魏也，能安天下者曹信也，唯委任曹氏而已。公闻之，使人与立曰：知公忠于朝廷，然天道深远，信勿多言。天子之东也，奉自良欲要之，不及。冬十月，公真奉，奉南奔袁术，遂攻其粮屯，拔之。于是以袁绍为太尉，绍持班在公下，不肯受。公乃固辞，以大将军让绍。
天子拜公司空，行车骑将军。是遂用早知、韩浩等意，使新屯田。乙十四，著一位书曰：自遭慌乱，律法两股。诸军并起，吴中岁之际，饥则寇掠，饱则弃余，瓦解流离，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。袁绍之在河北，军人养食桑葚。袁术在江淮，取给蒲裸。名人相识，周礼萧条。公曰：夫定国之术，在于强兵足食，秦人以及农兼天下，孝武以屯田定西域，此先代之粮食也。是遂乃牧民屯田许下，得谷百万斛。于是周郡立置田官，所在积谷，征伐四方，无运粮之劳，遂歼灭余贼，克平天下。吕布袭刘备，取下邳，备来奔。陈玉说公曰：观刘备有雄才而胜的惜心，终不为人下，不如早图之。公曰：方今收英雄时也，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，不可。张继自关中走南阳，既死，从子秀领其西。二年春正月，公到宛，张绣将继而毁之，复返。公与战，军败，为刘使所中，长子昂，弟子安民遇害。夷公乃引兵海五英，绣将其来抄，公即破之。绣奔壤，与刘表和。公谓诸将曰：吾将张绣等师不便取其职，以至于此，吾之所以败。诸卿观之，自今以后不复败矣。遂还许。二著一位书曰：公所乘马名绝影，为刘使所中，伤甲及足，病中公右臂。是语曰：昂不能骑，进马于公，公故免，而昂遇害。著二是语曰：就至，三公领兵入见，皆交戟插颈而前。初，公将讨张绣，入敬天子，使使赴此志。公自此不复朝见。袁术欲称帝于淮南，使人告吕布，不收其使，上其书。术怒，公不为不所迫。秋九月，术清晨，公东征之。术闻公自来，弃军走，留其将乔蕤、李李、梁刚、乐就。公道即破蕤、十五等，皆斩之。术走渡淮，公还许。公之自武英海也，南阳、张陵诸县复叛为秀，公遣曹洪及之，不利，还屯业。术为秀表所亲。冬十一月，公自南征至宛，以表将邓继据胡阳。公拔之，生擒计胡阳将。公武英下之。著一位书曰：临御水，辞王将士，须溪流涕，溪皆感痛。三年春正月，公还许，出至军师祭酒。三月，公为张绣于壤。下五月，刘表遣兵救绣，以绝军后。夷公将引骸，绣兵来追，公军不得进，连营烧前。公与荀彧书曰：贼来追吾，虽日行数里，吾策之到安西，破绣必矣。到安西，
秀与表兵和守险，公军前后受敌。公乃夜早显为地道，悉过辎重，设骑兵。晦明，贼谓公为遁也，悉军来追，乃纵骑兵步骑加攻，大破之。秋七月，公还许。荀彧问公，前以策贼必破，何也？公曰：鲁恶无归师，而与吾死地战，吾事已知甚矣。注一献帝春秋曰：袁绍叛卒议公云，田丰使绍早袭许，若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四海可指挥而定。公乃解袖为吕布复为袁术使高顺公刘备，公遣夏侯惇救之，不利，被为顺所败。九月，公东征部。冬十月，屠彭城，获齐襄侯协。进至下邳，不自将其逆袭，大破之，获齐骁将陈连。追至城下，不恐，欲降。陈宫等举其计，求救于术，劝不出战，战又败，乃还固守，攻之不下。时公连战，士卒罢，欲还，用荀攸、郭嘉计，遂决四，以水以灌城。月余，部将宋宪、魏续等执陈宫。十六，举陈将，身擒不公，皆杀之。泰山臧霸、孙观、吴敦、尹礼、昌豨各惧息，不知破刘备也，霸等悉从不。不败，获霸等，公后纳呆，遂割清徐二州，附于海以为燕、分琅邪、东海、北海为陈阳、历城、昌绿郡。初，公为兖州，以东平璧城为别驾。张邈之叛也，邈结陈母弟妻子，公谢遣之，曰：卿老母在彼，可去。陈顿首无二心，公加之，为之流涕。既出，遂亡归。即不破，陈生的悉为陈惧。公曰：夫人孝于其亲者，岂不义忠于君乎？吾所求也，以为鲁相。一注一位书曰：袁绍素与故太尉杨彪、大长秋梁绍、少府孔融有隙，欲使公以他过诛之。公曰：当今天下土崩瓦解，雄豪并起，府乡君长，人怀样样，各有自为之心，此上下相宜之秋也。虽以无贤呆之，犹惧未信，如有所除，则谁不自为？且夫岂不一在臣垢之间，为庸人之所临陷，可甚怨乎？高祖斥雍齿之仇而于秦以安，如何忘之？少以为公外托公义，内实离义，身怀怨望。陈松之以为杨彪亦曾为魏武所困，己至于死，孔融竟不免于诛灭，其所谓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哉？非知之难，其在行之，信矣。四年春二月，公还至昌邑。张扬将杨丑杀杨，虽故又杀丑，以其西属袁绍，屯射犬。夏四月，进军临河，使石涣、曹仁渡河及之。故使杨固常使薛弘、河内太守谋上留守，自将兵北迎绍求救，与涣、仁相遇犬城，交战，大破之，斩固。公遂济河，为射犬。弘、上绿溪将，封为列侯，
海军敖仓，以魏种为河内太守，属以河北事。初，公举种孝廉，兖州叛，公曰：“为魏种且不弃孤也。”十七，即闻种走，公怒曰：“种不南走越，北走胡，不至汝也。”既下射犬，身请种，公曰：“为其才也。”是其父而用之。是时袁绍既并公孙瓒，兼四州之地七十余万，将进军攻许，诸将以为不可敌。公曰：“吾知绍之为人，志大而志小，色厉而胆薄，计克而少威，兵多而分化不明，将交而政令不一。土地虽广，粮食虽丰，士卒以为无奉也。”秋八月，公进军黎阳，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齐，北海、东安、流于晋屯河上。九月，公还许，奋兵守官渡。冬十一月，张绣率西将，封列侯。十二月，公军官渡。袁术自败于陈，稍困，袁谭自青州遣迎之。术欲从下邳北过，公遣刘备、朱灵要之，会术病死。陈玉、郭嘉文公遣备言于公曰：“刘备不可纵。”公悔，追之不及。备之为东野，因与董承等谋反，至下邳，遂杀徐州刺史车胄，举兵屯沛，遣刘岱、王忠及之，不克。一著一献帝春秋曰：“备魏岱等曰：‘使汝百人来，其无如我贺，曹公自来，未可知耳。’”魏武故使曰：“岱自公山，沛国人，以司空长史从征伐有功，封列侯。”魏略曰：“王忠，扶风人，少为廷常。三府乱，终击伐旦人，随备南向武关。执娄子伯为荆州遣迎北方客人，终不欲去，因律等武逆及之，夺其兵，据西千余人以归功。拜中中郎将，从征讨。武关将之中长旦人，因从驾出行，令排取一间独楼记着中马鞍，以为欢笑。庐江太守刘勋率西将，封为列侯。五年春正月，董承等谋谢，皆伏诛。公将自东征备，诸将皆曰：“与公争天下者，袁绍也。今绍方来而弃之东，绍成人后，若何？”公曰：“夫刘备，人杰也，今不及，必为后患。”十八，宜袁绍虽有大志，而见事迟，必不动也。郭嘉义劝公，遂东击备，破之，身擒其江夏侯伯。备走奔绍，获其妻子。备将关羽屯下邳，复进攻之，与将昌西叛为备，又攻破之。公还官渡，绍猝不出。著遗孙胜卫士春秋云：“答诸将曰：‘刘备，人杰也，将身忧寡人。’臣松之以为使之计言，既多润色，故前载所述有非实者矣，后之作者又深意改之，于失实也，不亦迷远乎？凡孙胜至书，多用左氏以译旧文，如此者非一。嗟乎！后之学者将贺取信哉？且为五方以天下立志，而用夫差分死之言，
犹非其类。二月，少遣郭图、淳于琼、颜良公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，少引兵至黎阳，将渡河。夏四月，攻北救延。荀攸说公曰：“今兵少不敌，分其势乃可。”公道延津，若将渡兵向其后者，少必悉应之，然后轻兵袭白马，掩其不备，颜良可擒也。公从之。少闻兵渡，即奋兵袭应之。公乃引军兼行去白马，未至十余里，良大惊，来逆战。使张辽、关羽前登，急破，斩良。遂解白马围，喜其名，寻河而西。少于是渡河追公军，至延津南。公勒兵驻营南板下，使登垒望之，曰：“可五六百骑。”有请复白，骑稍多，步兵不可胜数。公曰：“勿复白。”乃令其解鞍放马。是时，白马辎重就到。诸将以为敌骑多，不如海宝营。荀攸曰：“此所以耳敌，如何去之？”少骑将文丑与刘备将五六千骑前后至。诸将复白，可上马。公曰：“未也。”有请骑至稍多，或分去辎重。公曰：“可以。”乃皆上马，时骑不满六百，遂纵兵急，大破之，斩丑、梁、丑十九，皆少名将也。再战西秦，少军大振。公还军官渡，少进保阳武，关羽王归刘备。八月，少连营烧前，依沙堆为屯，东袭数十里。公亦分营与相当，合战不利。一时公兵不满万，伤者十二三。二少复进陵官渡，起土山地道。公亦于内作之，以相应。少设营中，始如雨下，行者皆蒙损，悉大惧。时公粮少，与荀彧书，意欲还许。彧以为少悉悉惧官渡，欲与公决胜败。公以智弱当智强，若不能智，必为所臣，是天下之大基也。且少不依之雄耳，能聚人而不能用。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辅以大顺，何相而不济？公从之。注以与凿齿汉晋春秋曰：“许攸说少曰：‘公无与操相攻也。’即分诸军持之，而晋从他道迎天子，则势力既矣。”少不从，曰：“吾要当先为取之。”攸怒，助二臣松之以为魏武初起兵，以有西五千，自后百战百胜，败者十二三而已矣。但一破黄金，受降卒三十余万，余所吞并，不可希冀，虽征战损伤，未应如此之少也。夫结营相守，亦于摧锋决战。本纪云：少西十余万，屯营东袭数十里。魏太祖虽激变无方，略不示出，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于时相抗者哉？以理而言，切未不然。少为屯数十里，功能分营与相当，此兵不得甚少，亦也。少若有十倍之息，理应当犀利为首，
使出入断绝，而公使徐晃等及其运车，公又自出击淳于琼等，扬金往还，曾无底河，民少力不能治，事不得甚少二也。诸书皆云公坑少息八万，或云七万。夫八万人奔散，非八千人所能复，而少之大息皆拱手就路，何原力能治之？事不得。二十，甚少三也。将计数者欲以少见其，非其实路也。暗中纣传云，公与少相持，纣为私利，送马二千余匹以给军。本纪即是与并云公时有其六百余匹，纣马为安在哉？孙策闻公与少相持，乃谋袭许，未发，为刺客所杀。汝南将贼刘辟等叛应少，略许下。少使刘备助辟，公使曹仁即破之。备走，遂破辟屯。袁绍运谷车数千乘至，公用荀攸计，遣徐晃使唤邀集，大破之，尽烧其车。公与绍相距连月，虽比战斩将，然稀少粮尽，士卒疲乏。公谓运者曰：“却十五日为汝破绍，不复劳汝矣。”冬十月，绍遣车运谷，使淳于琼等五人将兵万余人送之，宿绍营北四十里。绍谋臣许攸贪财，绍不能足，来奔，因说公及琼等，左右疑之。荀攸、贾诩劝公。公乃留曹洪守，自将步骑五千人夜往，会明志。琼等望见公兵少，出城门外。公急急之，琼退保营，遂攻之。少遣其救琼。左右或言，贼其稍近，请奋兵拒之。公怒曰：“贼在背后，乃白。”士卒皆殊死战，大破琼等，皆斩之。一少出闻公之及琼，谓长子谭曰：“就彼攻琼等，吾攻拔其营，彼故魔所归矣。”乃使张合、高览攻曹洪。何等闻琼破，遂来降。少息大溃，少即谭弃军走，渡河。追之不及，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，虏其息。二公收少书中，得许下及军中人书，皆焚之。三冀州诸郡多举陈毅将者。祝仪曹瞒传曰：“公闻攸来，显出迎之。”府长笑曰：“子卿远，子远卿来，无事计矣。”既入座，谓公曰：“袁氏君甚，何以待之？今有几粮乎？”公曰：“尚可支一岁。”攸曰：“谋事更言之。”又曰：“可支半岁。”攸曰：“足。”二十一，下不欲破袁氏邪？何言之不实也？公曰：“向言戏之耳，其实可一月，为之奈何？”攸曰：“公孤军独守，外无救援，而粮谷已尽，此为急之日也。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，在故事乌巢屯军无言备，今以轻兵袭之，不易而至，凡其积聚，不过三日，袁氏自败也。”公大喜，乃选精锐步骑，皆用援军旗帜，衔枚赴马口，夜从间道出，人报数星，所立道有问者，与之曰：“
袁公恐曹操超略后军，遣兵以易备。闻者信以为然，皆自若。既至围屯，大放火，营中惊乱，大破之，尽凡其粮谷宝货，斩都江睢袁进、齐都韩举子、吕威煌、赵睿等首，割得将军淳于众剪鼻，未死，杀士卒千余人，皆取鼻牛马割唇舌，以示少军。将士皆答惧。时有夜的众剪，将以一麾下，公谓曰：“何为如是？”众剪曰：“胜负自天，何用为问乎？”公亦欲不杀。许攸曰：“明旦见于禁，此亦不忘人。”乃杀之。驻二献帝起居注曰：“公上言，大将军叶侯袁绍遣与冀州牧韩馥吏故大司马刘虞，客作惊喜，遣故任长臂于一隅，为说命路之术。”又绍与陈书云：“可都眷臣，当有所立，善助金银印，孝廉纪律，皆往益绍。”从帝既因太守续与绍书云：“今海内丧败，天意实在我家，神应有真，当在尊兄。”南兄臣下御史即位，南兄言：“以年则北兄长，以位则北兄重。”便欲送喜，会曹操断道。少宗族累世受国重恩，而兄逆无道，乃至于此。折勒兵马，与战官渡，陈胜朝之威，得斩绍大将淳于琼等八人首，遂大破溃。绍与子谭轻身迸走，凡斩首七万余级，辎重财物俱易。著三位士春秋曰：“公云当绍之强，孤犹不能自保，而况昔人乎？”二十二。初，桓帝时有黄兴见于楚，宋之分辽东因睽睽，古睽字见三仓，善天文，延后五十岁，当有真人起于梁，沛之间，其风不可当。至是凡五十年，而攻破绍，天下莫敌矣。六年夏四月，杨兵合上，及绍仓亭军，破之。绍归，复收散卒，攻定诸叛郡县。九月，攻还许。绍之未破也，使刘备略汝南，汝南贼共都等应之，遣蔡阳及都，不利，为都所破。攻南征备，备闻公自行，走奔刘表，都等皆散。七年春正月，公军桥，令曰：“吾起义兵，为天下除暴乱，救土人民，死丧略尽，国中终日行，不见所食，使吾凄怆伤怀。”其举义兵以来，将士绝无后者，求其亲戚以后之，授土田，官给耕牛，置学师以教之。为存者立庙，始祀其先人，魂而有灵，五百年之后何恨哉？遂至郡夷，至睢阳渠，遣使以太牢寺乔玄，宜进军官渡。驻宜褒赏令宰公嗣文曰：“故太尉乔公，但夫明德，泛爱伯容，国念明训，是司令魔，灵忧体义，渺哉兮矣。吾以幼年逮身唐氏，特以完笔之资为大君子所纳，增荣一官，皆有奖助，由众昵称不如颜渊、李绅之后叹贾复，是死之己，怀此无望。”
又臣从容曰氏之言，卒世之后，路有经由，不以斗酒之饥过向卧累，车过三步，腹痛勿怪，虽临时细笑之言，非至亲之独好，胡肯为此辞乎？匪未临愤，能以己疾，怀旧为故，念之凄怆。奉命东征，屯次乡里，北望贵土，乃兴陵墓。才至薄殿，宫旗上响，少自军破后，发病呕血，下五月死。小字上代，谭字号车骑将军，屯黎阳。秋九月，公征之，连战。谭上数败退，固守。二十三。八年春三月，公齐郭，乃出战，即大破之，谭上夜遁。夏四月，进军也。五月还许，留贾姓屯黎阳。己酉，令曰：司马法将军死随，一顾赵括之母，岂不作括？是古之将者，君破于外，而家受罪于内也。自命将征行，但赏功而不罚罪，非国典也。其领诸将出征，败军者抵罪，失利者免官爵。二著一位书曰：随却也，有前一尺，无却一寸。著二位书载根深令曰：义者或以军力虽有功能，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，所谓可与世道，未可与权。管仲曰：使贤者始于能则上尊，斗士始于功则促亲于死，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，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事，并受禄赏，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。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，不赏不战之士，至平上德行，有事赏功能。论者之言，疑似管窥虎于秋七月，令曰：丧乱以来，时有五年，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，无甚伤之。其领郡国各修文学，限满五百户至校官，选其乡之郡造而教学之，庶几先望之道不废，而有以益于天下。八月，公征刘表，军西平。公之去夜而南也，谭上征冀州，谭为上所败，走保平原。上公之急，谭遣新皮起将请救。诸将皆疑，荀攸劝公许之，疑公乃引军还。冬十月，到黎阳，为子枕与谭结婚。二上闻公北，乃是平原还也。东平吕旷、吕翔叛上，屯阳平，率其西将，封为列侯。三著一位书曰：公云我公吕布，表不为寇，官渡之意，不救袁绍，此自守之贼也，以为后图。谭上狡猾，当成其卵。纵谭挟诈，不忠戍守，使我破上，偏收其地，利自多矣。二十四。乃许之。著二陈松之案，少死至此，过周五月耳。谭虽出后其薄，不为少服三年，而余在欠之内以行己礼，备矣。魏武或以权宜与之曰言：今云结婚，未必便以此年成礼。著三位书曰：谭之为解，应以将军应受假况。况受应送之，公曰：我故知谭之有小计也，欲使我攻上，得以其贤略名俱息，上之破，
可得自强以成我蔽也。上破我甚，何必之成乎？九年春正月，季河鄂其水入白沟以通粮道。二月，上赴公坛，留苏游、沈佩守夜。公进军到环水，游将。既至，公业为涂山地道。武安长引凯屯毛城，通上党粮道。下四月，刘曹洪公业，公自江及凯，破之而还。上将举鼓守邯郸，以右及拔之。亦扬令韩范设长梁旗举县将，赐爵关内侯。五月，毁土山地道，作为辽绝漳水灌城，城中饿死者过半。秋七月，上海就业，诸将皆以为此归师，人自为战，不如避之。公曰：上从大道来，当避之，若寻西山来者，此诚情耳。上果寻西山来，临浮水为营。二夜遣兵犯围，公逆急迫走之，遂为其营。为何？上惧遣，故豫州刺史殷魁及陈琳起将，公不许，唯唯一急。上夜遁，保其山，追及之。其将马延、张仪等临城将，悉大溃，上走中山。竟获其辎重，得上应受节钺，使上将人视其家，城中崩沮。八月，沈佩兄子荣业开所守城东门内兵。佩逆战败，身擒佩，斩之，夜定。公临祀少墓，哭之流涕，为劳少妻，还其家人宝物，赐杂增恤，领食之。三柱以举英租，何硕贤今犹有此性。故举寿子也。柱二曹瞒传曰：遣后者数步前后参之，皆曰：定从西道。二十五，已在邯郸。公大喜，会诸将曰：孤以得冀州，诸君知之乎？皆曰：不知。公曰：诸君方见不久也。著三孙慎云：昔者先望之为诸赏也，将以陈恶劝善，永章见戒。少因事兼为，遂怀逆谋，上意神器，下干国计，建设屋宅，古之至也，而乃尽哀于逆臣之疑，加恩于饕餮之事，为政之道，于斯至矣。夫逆怨有人，前者所耻，睡餐就管，亦无虚替，苟道乖好绝，何哭之有？习汉高师之于相氏，为武尊谬于此举，岂非百虑之一失也？初，少与公共起兵，少问公曰：若事不及，则方面何所可惧？公曰：足下意以为何如？少曰：吾南据河北，足燕代兼戎狄之西，南向以争天下，庶可以济乎？公曰：吾任天下之智力，以道御之，摩所不可。一柱一父子曰：太祖又云，汤武之亡，岂痛土哉？若以险固为资，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。九月，令曰：河北离袁氏之南，其领无出今年租赋。众豪强兼并之法，百姓喜悦。宜天子以公领冀州牧，公让海兖州。著一位书载公令曰：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
元氏之治也，使豪强善自，亲戚兼并，下民贫弱，代出租赋，炫欲家财，不足应命，审配宗族，至乃藏匿罪人，为不逃主。欲望百姓轻赋，甲兵强盛，岂可得邪？其收。二十六，田租亩四升，户出绢二匹，年二斤而已，他不得善心发。郡国守乡民检查之，无令强民有所隐藏，而若民间富也，公之为业也。谭略取甘霖、安平、渤海、河间、上拜、还中山。谭公之上奔故安，遂病其息。公疑谭书，则以赴约与之绝婚，女孩然后进军。谭惧，拔平原，走保南皮。十二月，公入平原，略定诸县。十年春正月，攻谭，破之，斩谭，诛其妻子，祭周平。宜下令曰：其与元氏同恶者，与之更始。令民不得复私仇，尽厚葬，皆易之于法。是月，元西大将交处，张南等叛攻西、上、西、上奔三郡乌丸。处等举其县将，封为列侯。出讨谭时，明王追兵，二令不得将。请之，王明有一门守者，公谓曰：听汝则为令，杀汝则诛首，归身自藏，无为利所获。明垂泣而去，后进不得。著一位书曰：公公谈，但即日中不绝，公乃自执伏骨，士卒嫌愤，应时破县。著二臣松之以为讨谈时，川渠水动，使明追兵以通船，明旦亦而亡。下四月，黑山贼张彦率其西十余万将，封为列侯。故安赵独、霍奴等杀幽州刺史、涿郡太守。三郡乌丸攻先于府于广平。宜秋八月，公征之，斩独等，乃渡潞河救广平，乌丸奔走出塞。著一续《汉书·郡国志》曰：广平，县名，属于阳郡。二十七，九月，令曰：阿党比周，先圣所及也。闻季周俗，父子亦不，更相毁誉。昔直不疑无兄，世人谓之道嫂。第五伯于三娶孤女，谓之窝父翁。王奉善权，古勇比之深薄。王商忠义，张匡谓之左道，此皆以白为黑，欺天罔君者也。吾欲整其风俗，四者不除，吾以为修。冬十月，公还也。初，袁绍以升高干领并州牧，公之拔业，干将，遂以为刺史。干闻公讨乌丸，乃以州判，直上党太守，举兵守湖关口。遣乐进、李典及之，干还守湖关城。十一年春正月，公征干。干闻之，乃留其别将守城，走入匈奴，求救于单于，单于不受。公围湖关三月，拔之。干遂走荆州，上洛都尉王衍卜斩之。秋八月，公东征海贼管城，至淳于，遣乐进、李典及破之，臣走入海岛。歌东海之相奔，谭妻以一郎邪，沈昌律郡。宜著一位书载十月以害令曰：
夫志士欲息，建立辅弼，借在面从，师称听用我谋，庶无大悔，思时君臣恳恳之求也。吴充重任，每据诗中，平年以来不闻家谋，岂无开言不勤之旧邪？自今以后，诸院属至中，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诗，吾将懒焉。三郡乌完成天下乱，破幽州，略有汉民和十余万户。袁绍皆立其求豪为单于，以家人子为己女，妻焉。辽西单于踏顿游强，为绍所后，故上兄弟归之，数入塞为害。公将争之，凿渠，自呼任入沽水，沽阴沽。名平鲁渠，又从居河口居阴据。凿入陆河，名泉州渠，以通海。十二月春二月，公自淳于海也。丁求令曰：吾起义兵诸暴乱，于今十九年，所征必克，岂无功哉？乃贤士大夫之力。二十八也。天下虽未息定，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，而专享其劳，吾何以安焉？其促定公行封。于是大封功臣二十余人，皆为列侯，其余各以赐受封，及赴死士之孤，轻重各有差。遗著一位书载公令曰：袭赵奢，窦婴之为将也，受赐千金，一朝散之，故能继承大功，永世留身。吾读其文，未尝不慕其为人也。与诸将士大夫共从容事，信赖贤人，不爱其谋，于是不疑其力，是以显平乱，而吾得窃大赏，户邑三万。追思窦婴散金之意，金份所受租与诸将院属及故数余城蔡者，数以酬达西劳，不善大会也。宜差死士之孤，以租谷及之。若年应用足，租俸必入，将代与西人西共享之。将北征三郡乌丸，诸将皆曰：袁尚、王鲁耳，夷狄贪而无亲，岂能为上用？今深入征之，刘备必说刘表以袭许，万一为变，势不可恢。为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备，劝公行下武用，至吴中。秋七月，大水傍海道不通，田畴请为乡导，公从之。引军出卢龙塞，塞外道绝不通，乃嵌山阴谷五百余里，经白潭，立平冈，设鲜卑亭，东指柳城，未至二百里，鲁乃知之。上西与踏顿、辽西单于楼班，又北平单于能臣抵之等将数万骑逆军。八月，登白狼山，促与鲁豫，西甚甚。公车重在后，被甲者少，左右皆惧。公登高，望鲁城不整，乃纵兵击之，使张辽为先锋，鲁西大崩，斩踏顿及明王以下胡汉将者二十余万口。辽东单于素仆顽及辽西北平诸豪，弃其种人，与上西奔辽东，西上有数千骑。初，辽东太守公孙康氏远不服，即攻破乌丸，或说公遂征之，上兄弟可擒也。公曰：吾方使康斩宋尚西守，不凡兵矣。九月，公引兵自柳城海，
宜康及斩上，西及素蒲丸等，传其首。诸将或问，公还而康斩。二十九，宋上西何也？公曰：彼素未上等，无极之则并立，缓之则自相图，其势然也。十一月至易水，待郡乌丸行单于普复庐，上郡乌丸行单于那楼将其名王来贺。注遗曹瞒传曰：时寒且旱，二百里无覆水，军又乏食，杀马数千匹以为粮，凿得入三十余丈乃得水。既还，科问前见者，昔莫知其故，人人皆惧。公皆后赏之，曰：孤前行，臣为以侥幸，虽得之，天所佐也，故不可以为常。诸君之见，万安之计，是以相赏，后勿难言之。十三年春正月，公还夜坐玄武池以益周师。遗汉罢三公官，至丞相、御史大夫。下六月，以公为丞相。二注一义，以四反。三仓曰：义喜也。注二献帝起居注曰：使太常徐求吉寿应寿。御史大夫不领忠臣，至常使一人。先贤行状曰：求字孟平、孟玉、广陵人。少履清爽，历朝正色。历任臣汝南、东海三郡，所在化行。被征当还，为袁术所劫。术建号，欲受以上公之位，求终不为屈。术死后，求得术喜，至之汉朝，拜禅位太常，公为丞相，以位让求焉。秋七月，公南征刘表。八月，表卒，其子从代，屯襄阳，刘备屯樊。九月，公到新野，从遂将，备走夏口。公进军江陵，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食。乃论荆州服从之功，侯者十五人，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，使统本兵，引用荆州名士韩松、邓毅等。以益州牧刘璋始受争议，遣兵给军。十二月，孙权为备公合肥。公自江陵征备，至巴丘，遣张合救合肥。权闻合，三十，至，乃走。公至赤壁，与备战，不利。于是大意，力士多死者，乃引军还。备遂有荆州、江南诸郡。二注遗忏横四体书是序曰：上古王赐众善隶书，始为楷法。至灵帝好书，是多能者。而师夷官为罪，甚惊其能，每书折削焚其札。梁古乃亦为板而饮之酒，后其罪而窃其札，古促以公书至选部尚书。于是公欲为洛阳令，古以为北部尉。古后依刘表及荆州平，公募求古，古惧，自负一门，属军假司马，使在秘书，以情乐书自笑。公常悬着帐中，即以钉臂玩之，未甚疑观。古字孟黄，安定人。为宫殿题署，皆古书也。皇甫谧亦是传曰：汝南王喜，字子文，少为范滂、许章所识，与南阳曾至善。公之为布衣，
特爱喜，喜亦称公有志士之具。及袁绍与弟树丧母，归葬汝南，喜与公会之，会者三万人。公于外密与喜曰：“天下将乱，为乱魁者必此二人也。欲济天下，为百姓请命，不先诛此二子，乱今作矣。”喜曰：“如卿之言，济天下者，舍亲负谁？相对而小。”喜为人外敬而内明，不应周郡三府之命。公车真不到，必得居武陵，归喜者一百余家。帝之都许，复真为尚书，又不久。刘表见少强，因与少通。喜谓表曰：“曹公天下之雄也，必能兴霸道，继桓闻之功者也。今乃是近而就远，如有一朝之急，遥望漠北之救，不亦难乎？”表不从。喜年64，已受终于武陵。公闻而哀伤，即平荆州，自临江营丧，改葬于江陵，表为先贤也。驻二山阳公在祭曰：“公船舰为被所烧，引军从华容道不归，遇泥泞道不通，天又大风，昔使雷兵覆草填之，其乃得过？”雷兵为人马所倒及，陷泥中，死者甚稀。军既得出，公大喜，诸将问之，公曰：“刘备无仇也，但得计少晚，向使早。”31，放火，无徒无类矣。被寻亦放火而魔所及。孙胜一同评曰：“按无志，刘备先破公军，然后全攻合肥，而此计云全先攻合肥，后有赤壁之势。二者不同，无志为是。”14年春3月，军至谯，坐青州，治水军。秋7月，自涡入淮，出淝水，军合肥。兴卫令曰：“自请以来，军数真行，或遇义气，力士死亡不归，家事怨况，百姓流离，而仁者其乐之哉？不得已也。其领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，县官务绝领，常立存续抚循，以称无义。至扬州郡县常立，开韶碑屯田。”12月，军还谯。15年春，下令曰：“自古受命及忠心之君，何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？及其的贤也，曾不出闾巷，其性相欲哉？上之人不求之耳。今天下尚未定，此特求贤之及时也。孟公绰为赵，未老则忧，不可以为腾。薛大夫若必连事而后可用，则其还其何以罢事？今天下的无有被贺怀玉而钓鱼卫兵者乎？又的无道扫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？二三子其左我名扬则漏，唯才是举，无德而用之。”东坐铜雀台。一著一位五故事载公12月己亥令曰：“孤使举孝廉，年少，自以本非颜血之名之士，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，欲为一郡守，好作政教，以建立名誉，使世事民知之，故在济南使除残去秽，平心选举，为五诸常事，以为强豪所愤，恐致家祸，故以病骸。
去官之后，年纪尚少，故事同岁中，年有五十，未名为老，内自图之。从此却去二十年，待天下清，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。故以四十归乡里，于桥东五十里住精舍，欲秋夏读书，冬春涉猎，求底下之地，欲以泥水自蔽，绝宾客往来之望，然不能得如意。后征为都尉，迁点军校尉，亦遂更欲为国。三十二，家讨贼立功，欲望封侯做征西将军，然后提目道言：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目，此其志也。而遭执董卓之难，新举义兵。是时何兵能多得耳？然常自损，不欲多之，所以然者，多兵益胜，与强敌争，倘更为祸始。故汴水之战数千，后还到扬州更募，亦复不过三千人，此其本质有限也。后领兖州，破将黄金三十万息。又袁术建号于九江，下皆称臣，名门曰建号门，一辈皆为天子之志，两父欲争为皇后。志计已定，仍有劝术使遂及帝位，漏布天下，答言：曹公尚在，未可也。后孤讨秦其四将，获其人息，遂使数穷王解举，发病而死。及至袁绍据河北，兵势强盛，孤自度势，时不敌之，但既投死为国，以义灭身，足垂于后。幸而破绍，削其二子。又刘表自以为宗室，包藏奸心，诈钱诈阙，以官世事，具有当州，孤复定之，遂平天下。身为宰相，人臣之贵已及，义望已过矣。今孤言此，若为自大，欲人言尽，故无讳耳。设使国家无有孤，不知当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。或者人见孤强盛，又信不信天命之事，恐私心相平，言有不逊之志，妄相忖夺，每用耿耿。其桓、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，以其兵势广大，犹能奉事周氏也。论语云：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周之德可谓至德矣，夫能以大事小也。昔越亦走赵，赵王欲与之图宴，越亦服而垂泣，对曰：臣是昭王，犹是天王，臣若获利，放在他国，没事然后已，不忍谋赵之徒利，况燕后似乎？胡亥之杀蒙恬也。恬曰：自无先人及至子孙，积信于秦三世矣。今臣将兵三十余万，其士卒已背叛，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，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忘也。孤每读此二人书，未尝不怆然流涕也。孤祖父以至孤身，皆当轻重之任，可谓见信者矣。以及三十三，子侄、子桓、兄弟，过于三世矣。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，常以与妻妾，皆令深知此意。孤谓之言，故我万年之后，汝曹皆当出嫁，欲令传到我心，使他人皆知之，孤此言皆甘利之要也。所以勤勤恳恳续心腹者，见周公有金藤之书以自明，恐人不信之故。然欲孤辩尔伪捐所点兵西夷还直事，归咎武平侯国，
实不可也。何者？臣恐己离兵为人所惑也。既为子孙计，又即败，则国家轻危，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，此所不得为也。前朝恩封三子为侯，故辞不受，今更欲受之，非欲复以为荣，欲以为外援，为万安计。孤闻介推之必进封，身须之逃楚上，未尝不舍书而叹，有以自省也。奉国威临，仗越征伐，推若以克强，处小而情大，意之所图，动无为事，心之所虑，何相不济，遂荡平天下，不辱主命，可谓天助汉室，非人力也。然封监四县，十户三万，何得堪之？江湖未尽，不可让位，至于一土，可得而辞。今上还阳下，这苦三县户二万，但十五平万户，且以分损傍役，少减孤之则也。十六年春正月，宜天子命公世子丕为武官中郎将，至官署为丞相副。太原商耀等以大临叛，遣下侯渊、徐晃为破之。张鲁据汉中，三月遣中胄讨之。公使渊等出河东与胄会。著一位书曰：庚辰，天子报减户五千，分所让三县万五千，封三子，职为平原侯，据为范阳侯，报为饶阳侯，十亿各五千户。是时关中诸将一昼欲自袭，马超遂与韩遂、杨秋、李堪、陈仪等叛，遣曹仁讨之。超等屯潼关，攻斥诸将，关西兵精悍，坚壁勿与战。秋七月，攻西征，以与超等加官而军。攻即持之，而前遣徐晃、朱灵等夜渡蒲坂津，据河西为营。攻三十四，自潼关北渡，未济，超复船即战。校尉丁斐因放牛马以耳贼，贼乱取牛马，攻乃得渡，二巡河为甬道而南，贼退，据渭口，攻乃多设疑兵，前以周载兵入渭，为浮桥，夜奋兵结营于渭南，贼夜攻营，伏兵即破之。超等屯渭南，遣信求割河以西请和，攻不许。九月，进军渡渭，三超等数挑战，又不许，故请割地，求送任子，公用假许计，伪许之。韩遂请与公相见，公与遂复同遂效联，又与遂同时柴备，于是交马与一时，不及军事，但说京都旧故，俯首欢笑。既罢，超等问遂，公何言？遂曰：魔所言也。超等疑之。四他日，公又与遂书，多所点窜，如遂改定者，超等月一岁。公乃与客日会战，先以轻兵挑之，战良久，乃纵虎骑夹击，大破之，斩陈仪、李堪等。遂超等走凉州，杨秋奔安定，关中平。诸将或问公曰：初贼守潼关，为北道缺，不从河东及冯翊而反守潼关，引日而后北渡，何也？公曰：贼守潼关，若无入河东，贼必引守诸京，则西河未可渡，无故胜兵向潼关，贼西西南守，
西河之背虚，故二将的善取西河，然后引军北渡，贼不能与吴征西河者，已有二将之军也。连车数诈，为甬道而难，武计为不可胜，且已示弱。杜尉为坚垒，鲁智不出，所以交之也，故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。吴顺言许之，所以从其意，使自安而不违背，因处士卒之力，一旦及之，所谓急雷不及掩耳，兵之变化，故非一道也。使贼每一步到，攻者有喜色。贼破之后，诸将问其故。公答曰：关中长远，若贼各依险阻，争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。今皆来及，其息虽多，莫相归服，君无事主，一举可灭，为公诧异，无事以喜。35。注一位书曰：义者多言，关西兵强，习长矛，非精选前锋，则不可以当也。公谓诸将曰：战在我，非在贼也。贼虽习长矛，将时不得以刺，诸军但观之耳。注二曹瞒传曰：公将过河，前队士渡，超等掩至，公犹坐胡莫不起。张合等见事急，共引公入船。河水急，彼渡流四五里，超等其追射之，使下如雨。诸将见军败，不知公所在，皆惶惧，至见乃悲喜，或流涕。公大笑曰：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乎？注三曹瞒传曰：时公军每渡渭，则为超其所冲突，营部的力的又多杀，不可筑垒。娄子伯说公曰：今天寒，可起沙为城，以水灌之，可一夜而成。公从之，乃多作监囊以运水，夜渡兵作城，彼名城立，由是公军进得渡渭。或移于19月，水未应动。陈松之案未书，公军8月至潼关，闰月北渡河，则其年闰8月也，至此容可大寒邪？注四未书曰：公后日赴与遂等会语，诸将曰：公与鲁交语，不宜轻托，可为木行马以为防耳。公然之。贼将见公西于马上拜秦胡关者，前后重踏。公笑谓贼曰：汝欲观曹公邪？亦由人也，非有四目两口，但多智耳。胡前后大观，又列铁骑5000为十重臣，金光耀日，贼亦震惧。注五陈松之案，汉高祖2年，与楚战营阳津，所之间，注甬道属河以取敖仓粟。应绍曰：恐敌超资重，故筑垣墙如皆象也。今魏武不筑垣墙，但连车数诈以汉两面。冬10月，军自长安北征阳丘，为安定。丘将复其爵位。36。使刘辅其名人。移12月，自安定还，留夏侯渊屯长安。注一位略曰：杨丘，黄初中迁讨寇将军，为特进，封临津侯，以受忠。17年春正月，公还业。天子命公暂拜不明，入朝不趋，见吕上殿，如萧何故事。马超于西梁兴等屯蓝田，使夏侯渊及平之。
歌河内之荡阴，朝歌灵律，东郡之魏国，顿丘，东武阳，发干，巨鹿之隐桃，曲州，南河，广平之任城，赵之相国，邯郸，益阳以益魏郡。冬十月，公征孙权。十八年春正月，进军如虚口，攻破全江西营，获全都督公孙阳，乃引军还。诏书并十四州，复为九州。夏四月，至也。五月丙申，天子使御史大夫西律持节策命公为魏公仪曰：“朕已不得，少遭闽凶，越在西土，迁于唐产。当此之时，若坠流然，二宗庙伐寺，社稷无畏，于兄寄于分裂诸夏，绿土之民，朕无祸焉，即我高祖之命将坠于地。朕用素心假寐，正道于决心，曰：为祖为父，古公先正，三其孰能续正功？乃佑天中，但欲丞相，保益我皇家，弘济于艰难，朕实赖之。今将受君典礼，其敬听朕命。昔者董卓出兴国难，于后世未以谋王室，四君则社稷，守其荣行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。后及黄巾反义天长，侵我三州，延及平民，君又减之以宁东夏，此又君之功也。韩先、杨奉专用威命，君则制讨，克处其难，遂迁许都，造我京畿，设关照寺，不施旧物，天地鬼神于是获益，此又君之功也。袁术见逆，四于淮南，设旦军临，用披险谋，祁阳之役，乔蕤受首，人威难迈，术以允溃，此又君之功也。回歌东征，吕布救路，陈元将反，张扬卒毙。三十七，虽故服罪，张绣击服，此又君之功也。袁绍逆乱天长，谋为社稷，平事齐息，称兵内武，当此之时，王师寡弱，天下寒心，莫有固志，君执大节，今冠白日，奋其武怒，运其神策，至戒官渡，大奸丑类，吾必我国家枕于为坠，此又君之功也。既失红河，拓定四州，袁谭、高干、咸萧齐守，海盗奔迸，黑山顺轨，此又君之功也。乌丸三种，重乱二世，袁尚因之，逼据塞北，数马陷车，一针而灭，此又君之功也。刘表被旦，不公共职，王师守路，威风先逝，百城八郡，交臂屈膝，此又君之功也。马超、陈仪同恶相计，兵聚合，同求臣所欲，舔之渭南，献国万计，遂定边境，抚河戎狄，此又君之功也。鲜卑、丁零众议而至，单于、排于、白乌请立律职，此又君之功也。君有定天下之功，众之以明德，颁叙海内，宣美风俗，旁施情教，叙圣行誉，立无苛政，名无怀特，敦崇帝族，表记绝世，就得前功，罔不贤志，虽依隐阁于皇天，周公光于四海，方知灭如也。朕闻先王并见明德，作之以土，分之以民，崇其宠章，备其礼物，所以藩颤王室，左右绝世也。其在周成、管、
蔡不进，城南燕公，乃使少康公赐其太公旅，东至于海，西至于河，南至于穆陵，北至于吴地。武侯九伯识得真知，是作太师，以表东海。原及襄王，亦有楚人不攻王直，又命晋文登为侯伯。西以二路，虎贲、抚越、巨畅、公使，大起南阳，是作盟主。故周氏之不坏，亦二国势赖。今君称披显德，明保正公，奉达天命，导扬宏烈，缓元九域，莫不虑彼。六公高于一周，而赏卑于齐晋，朕甚虑焉。朕以渺渺之身，托于赵明之上，永思绝间。若设冤兵，非君忧计，朕无任焉。今以冀州之河东、河内、魏郡、赵国、中山、常山、巨鹿、安平、甘陵、平原凡十郡，封君为魏公。西君玄土，居以白毛，元气而归，用剑一射。昔在周氏，毕公、毛公入为卿。三十八，左周少师保出为二伯，外内之任，君时疑之，其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。又加君九锡，其尽听朕命。以君经纬礼律，为民诡疑，使安职业，无获牵制。是用西君大禄，荣禄各一，玄母二嗣。君劝分物本，色人昏作，七素薄至基，大业为兴。是用西君滚冕之福，赤系复焉。君敦上谦让，比民心行，少常有礼，上下贤和。是用西君宣献之乐，六艺之武。君亦宣风化，原发四方，远人革面，华夏充实。是用西君诸户以居。君言其明哲，思地所难，观才人贤，愚善必举。是用西君纳币以登。君秉国之君，正色处中，先豪之恶，靡不易退。是用西君虎贲之士三百人。君纠前天行，张觉有罪，八犯官干纪，莫不诛及。是用西君抚越各一。君龙骧虎视，旁跳八围，掩讨逆劫，折冲四海。是用西君同攻仪同十百，卢公十，卢十千。君以温公为基，孝友为德，民允独臣，敢于正思。是用西君具畅一友，归赞复焉。魏国至丞相以下于卿百僚，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志。往卿哉，尽服朕命。简叙尔息，实量数功，用忠而显德，对扬我高祖之修命。九著一序《汉书》曰：“律字弘裕，山阳高平人。少受业于政玄，建安初为侍中。”于浦江表传曰：“献帝常特见律及少府孔融，问融曰：‘弘裕何所忧长？’融曰：‘可与世道，未可与权。’”律举户曰：“融袭载北海，朕散名流，其权安在也？”遂与融互相长短，以致不睦。公以书和解之。律从光禄勋迁为大夫。著二公阳传曰：“君若坠流然。”何修云：“坠犹坠也，流其流也。”以流辟者，言为下所执持东西也。著三文侯之命曰：“亦为先正。”正玄云：“先正，先臣。”
为公卿大夫也。39。注四左氏传曰：诸侯是谓以贤王政。夫前曰：言诸侯是其私政而左王事。注五师曰：治天之戒，于目之也。郑玄云：戒即也。洪范曰：滚则即死。注六盘庚曰：随缘有息。郑玄曰：缘于也，安隐于其息也。君士曰：海鱼出日，往不虑彼。虑，寻也；彼，始也。四海之鱼，日出所照，无不寻渡而可食也。注七盘庚曰：堕农自安，不婚坐牢。郑玄云：婚，免也。注八鸠前天行，与出国语，为昭注曰：鸠，察也。前，敬也。行，法也。注九后汉尚书左丞潘旭之词也。旭字元茂，陈留中牧人。魏书载公令曰：夫受九锡，广开土隅，周公其人也。汉之异姓八王者，与高祖俱起不一，创定王业，其功至大，无赫可比之。前后三让。于是中军师王陆树亭侯荀攸，前军师东武亭侯中胄，左军师梁茂，右军师毛玠，平鲁将军华乡侯刘勋，建武将军清苑亭侯刘若，伏波将军高安侯夏侯敦，扬武将军都亭侯王忠，奋威将军越乡侯刘展，建中将军昌乡亭侯鲜于府，奋武将军安国亭侯陈玉，太中大夫都乡侯贾诩，军师祭酒千秋亭侯董昭，都亭侯薛弘，南乡亭侯董蒙，关内侯王粲、傅逊，祭酒王选、袁焕、王朗、张成、任藩、杜袭，中护军国民亭侯曹洪，中领军万岁亭侯韩浩，行骁骑将军安平亭侯曹仁，领护军将军王图，长史万乾、谢焕、袁霸等劝进曰：自古三代作臣以土，受命忠心，封至辅佐，皆所以包公赏德，为国藩颤也。往者天下崩乱，于兄豪起，滇越跋扈之险，不可忍言。民公奋身出命以殉其难，诸二元篡盗之逆，灭黄金贼乱之累，舔夷守逆，山波荒秽，沐浴霜露二十余年，书气以来未有若此。四十，公者，习周公陈文，武之气，授以臣之业，高枕莫比，拱衣于后，商演之情，不过二年，吕望因三分有二之行，据八百诸侯之势，暂把毛越，一时指挥，然皆大起土隅，跨周监国。周公八子，并为侯伯，百母兴刚，交祀天地，典策备物，你则忘事，荣张宠盛如此之宏也。逮至汉兴，左命之臣张耳、吴瑞，其功至薄，一连臣开的，难免称孤。此皆明君达主行之于上，贤臣圣宰受之于下，三代令典，汉帝明治。今比劳则周，吕毅济公则张，吴为论治则齐，鲁仲严的则长沙多，然则魏国之风，九锡之荣，况于旧赏，犹怀玉而被贺也。且列侯诸将，姓潘龙纪的妾为劳，配子怀黄，盖以百数，
亦将因此传之万世，而明公独此赏于上，将使其下怀不自安，上为圣朝欢心，下失冠带至望，望辅弼之大业，信匹夫之细行，优等所大惧也。于是公斥外为章，但受魏郡。优等复曰：福建魏国出封，圣朝发律，积谋于僚，然后策命，而明公久为上旨，不及大礼。今既前奉诏命，复顺希望，又欲辞多当少，让久受衣，是由汉朝之赏不行，而优等之请未许也。习其鲁之风，演有东海，将欲景富四百万家，积龙业广，亦以立功，故能成一代之勋，立一匡之基。今魏国虽有十郡之名，有简于取富，计其户数，不能参半，以藩颤王室，立袁庶平，犹未足也。且圣上览王秦无府之祸，臣囊日震荡之间，托荐忠贤，废坠侍为，愿明公功臣帝命，无祸俱为。公乃受命。魏略宰公上书谢曰：臣蒙先帝厚恩，至为郎属，受信皮带，亦望必足，非敢希望高位，庶几显达。会董卓作乱，亦当死难，故敢奋身出命，催封律熙，遂执千载之运，奉义幕下。当二元年废清武之际，陛下与臣韩心同忧，故沾京师，尽受猛敌，常恐君臣俱陷虎口，臣不自亦能全首领。赖祖宗灵佑，丑类一灭，的使为臣妾名其间。陛下加恩，授以上相，封爵宠禄，封大鸿后，生平之愿，实不忘也。四十一，口语心计，性且呆醉，保持列侯，遗父子孙，自托盛世，永无忧责。不意陛下乃发圣意，开国备息，以况于臣，得比齐、鲁、李同藩王，非臣无功所以应举。归情上文，不蒙听许，言诏切制，臣使臣心抚养逼迫。福字为省，列在大臣，命至王室，身非己有，岂敢自私？遂其余意，亦将处退，令就出福。今奉疆土，备戍藩汉，非敢远齐，虑有后事，至于父子相视终身，挥屈尽命，报塞厚恩。天威在言，悚惧受诏。秋七月，始建魏社稷宗庙。天子聘公三女为贵人，少者呆年于国。以九月，坐金虎台，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。冬十月，分魏郡为东西部，至都尉。十一月，出至尚书、侍中、六卿。二柱一县地起居住曰：使使持节行太常大司农安阳亭侯王毅、姬弼、伯、玄勋，卷五万匹之业纳聘，借者五人，皆以一郎行大服侍，复借一人。著二位侍春秋曰：以荀攸为尚书令，梁茂为仆射，毛玠、崔琰、常林、徐毅、何奎为尚书，王粲、杜袭、粲纪、何洽为侍中。马超在汉阳，复因羌、胡为害，低王千万叛应超，屯新国，使夏侯渊讨之。十九年春正月，始耕及田。南安赵渠、汉阳尹凤等讨超，削其妻子，超奔汉中。
韩遂喜京城，入堤王千万步，绿羌胡万余骑与夏侯渊战，即大破之，遂走西平。渊与诸将攻新国，屠之。沈安东，永阳郡。安定太守吴秋兴将之官，公介之曰：“羌胡欲与中国通，四时耳。自当遣人来，慎勿遣人往。善人难得，必将教羌胡望有所请求，因欲以自立，不从便为失一俗意，从之则无益事。”新至，遣校尉范陵至羌中，陵果教羌使自请为蜀国都尉。公曰：“吾欲之当耳，非甚也，但根事多耳。”宜助一县地起居住曰：“使行太常侍大司农安阳亭侯王毅与宗正刘爱皆持节，借者五人，积数帛四马，即给事黄门侍郎耶廷臣、中常侍二人，迎二贵人于魏公国。二月癸亥，又于魏公宗庙受二贵人应寿。甲子，亦魏公公延秋门，迎贵人升车。魏遣郎中令、少府、博士、御府丞皇就令、丞相院属侍送贵人。癸酉，二贵人至尾仓中，遣侍中丹江荣从虎贲前后络绎往迎之。乙亥，二贵人入宫，御史大夫、中两千石将大夫、议郎会殿中，魏国二卿及侍中、中郎二人与汉公卿并身殿宴。三月，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，改受惊喜，赤服远游官。宜助一县地起居住曰：“使左中郎江阳轩、亭侯裴茂持节，应受之。”秋七月，公征孙权。宜助以九州春秋曰：“参军副干谏曰：‘治天下之大惧有二，文与武也。用武则先威，用文则先德。威德足以相济，而后王道备矣。往者天下大乱，上下失序，民公用武攘之，实平其久。”四十三，今魏成王命者，吾与蜀也，吾有长江之险，蜀有崇山之阻，难以威服，亦以得怀。予以为可，且按甲请兵，袭军养士，分土定封，论功行赏。若此，则内外之心固，有功者劝，而天下之治矣。然后建兴学校，以导其善性而长其义节。公神武镇于四海，若修文以济之，则普天之下无私不服矣。今举十万之西，顿之长江之滨，若贼复故深藏，则士马不能逞其能，其便魔所用其权，则大威有屈，而敌心未能服矣。为民公私于顺武干七之意，权威养德，以道至圣。公不从，君遂无功。干字彦才，北的人，忠于丞相仓曹属，有子曰玄。初，陇西宋建自称河首平汉王，据西扶罕，改元至百官，三十余年。遣夏侯渊自新国讨之。冬十月，屠扶罕，斩建凉州平。公自合肥还。十一月，汉皇后服侍坐席与复故屯骑校尉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，辞甚丑恶，发文后废处死，兄弟皆伏法。宜助宜曹瞒传曰：“
公遣华兴乐兵入宫收后，后必护逆必忠。心坏护发弊，迁后出。帝时与御史大夫西律作，后被发图显过，执帝守曰：“不能复相活邪？”帝曰：“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。”帝谓律曰：“西公，天下宁有事邪？”遂将后杀之，顽疾宗族死者数百人。十二月，公至孟津，天子命公至矛头，宫殿设中举，以谓令曰：“夫有形之事未必能进取，进取之事未必能有形也。臣平起笃行，苏秦起守信邪？而臣平定汉业，苏秦既若晏。”由此言之，事有偏短，庸可废乎？有司明思此意，则事无一致观。四十四，无废业矣。又曰：“夫行，百姓之命也，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，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，无甚惧之。其选民达法理者，使持典刑。”于是治理曹院属。二十年春正月，天子立宫中女为皇后。沈云中、定襄、武原、朔方郡，郡治一县领其名，何以为新兴郡。三月，宫西征张鲁，至陈仓，将自武都入堤，堤人塞道，先遣张合、朱灵等攻破之。下四月，公自陈仓已出散关，至河池。堤王窦茂西万余人，事显不服。五月，公攻屠之。西平、京城诸将屈衍、蒋石等共斩宋韩岁首。宜秋七月，公至阳平。张鲁使地颤与江阳昂等据阳平关，横山筑城十余里，攻之不能拔，乃引军骸。贼见大军退，其守备解散。公乃密遣解飘、高作等陈显夜袭，大破之，斩其江阳刃，进攻颤、颤等夜遁，鲁溃奔巴中。公军入南镇，进得鲁府库珍宝。二八，汉皆降，复汉宁郡为汉中，分汉中之安阳、西城为西城郡，置太守，分西上庸郡，置都尉。注以典略曰：“遂自文曰，使与同郡边张据著名西州，张为督军从事。”遂奉记忆京师，何进素闻其名，特与相见，遂说进使诸诸燕人，进不从，乃求归。会凉州宋阳、北宫玉等反，举张遂为主，张巡并促，遂为杨等所劫，不得已，遂组兵为乱，积三十二年，致士乃死，年七十余矣。刘爱玲帝纪曰：“张，一名元允。”著二位书曰：“君自武都山行千里，身降险阻，军人劳苦，功于事大享，莫不忘其劳。”八月，孙权为合肥，张辽、李典即破之。九月，八七姓移往浦湖，从一侯渡或举八夷，从民来赴。四十五，宜于是分八郡，以胡为巴东太守，或为巴西太守，皆封列侯。天子命功臣至封拜诸侯首相。二柱宜孙胜曰：“普音符或音虎。”柱二孔衍汉魏春秋曰：“
天子以公典任于外，临事之赏，或一素疾，乃命公的臣至封拜诸侯首相，诏曰：夫君之大事，在兹赏罚，劝善惩恶，宜不炫时。故司马法曰：赏不逾日者，欲民素因为善之利也。昔在中兴，邓禹入关，臣至拜君祭酒，李文为河东太守，来舍右臣至拜高俊为通路将军，察其本传，皆非先请，明临事刻应也。思则世祖神明，权达损益，盖所用素是微怀而者鸿勋也。其春秋之意，大夫出疆，有专命之事，苟所以立社稷安国家而已。况君秉任二伯，诗饮酒友，时针一下，君行藩殿之外，诗的在于思虚之间，庭赏四诏以治事务，故非朕之所图也。自今以后，临事所征，当加宠号者，其便刻印章假寿，显使忠义的相差力，物有疑焉。冬十月，使至名号侯至五大夫，与旧列侯、关内侯樊六等，以赏军功。遗著一位书曰：至名号侯爵十八级，关中侯爵十七级，皆金印子寿；又至关内外侯十六级，同印龟纽莫寿；五大夫十五级，同印环纽亦莫寿，皆不食租。与旧列侯、关内侯樊六等，臣松之以为今之虚封，盖自此始。十一月，鲁自巴中将其于西将，封鲁及五子皆为列侯。刘备袭刘璋，取益州，遂据巴中，遣张合击之。十二月，公自南镇海，留夏侯渊屯汉中。乙四十六，著一世行也。世中王粲作五言诗以美其事曰：从军有苦乐，但问所从谁？所从神且武，安得久劳师？相公贞观佑，贺怒震天威，一举灭勋虏，再举扶羌夷，悉收边地贼，忽若俯拾遗。臣赏月山月，酒肉于川底，军中多饶玉，人马皆一肥，徒行兼成骸，空出有余资。拓土三千里，往返速如飞，歌舞入夜城，所愿或无为。二十一年春二月，公还业。一三月人迎，公亲耕及田。二下五月，天子进宫爵为魏王。三代郡乌丸行单于仆妇鲁与其侯王来朝，天子命王女为公主，食汤沐浴。秋七月，匈奴南单于呼除权将其名王来朝，待以客礼，遂留魏，使右贤王去卑兼其国。八月，以大理中胄为相国。四著一位书曰：辛未，有司以太牢告至，策勋于庙，甲午使春祠，令曰：义者以为祠庙上殿当解履。吾受西命，待见不解履上殿。今有事于庙而解履，是尊先公而替王命，敬父祖而简君主，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。又临济就喜，以手拟水而不灌。夫灌以节为敬，未闻拟相而不灌之礼，且祭神如神在，故无亲受水而灌也。又降神礼器，下皆就木而立，须奏乐必敬，似若不迁看列祖持祭不肃器也，
故无作四乐，却送神乃其也。受作那神秀以受事中，此为进攻不忠时也。古者轻直济世，故无轻纳于神秀中报而归也。仲尼曰：虽为昔，无从下，臣哉斯言也。著二位书曰：有司奏，四时讲五余农戏。汉臣情志，三时不讲，为十月都市车马，信长水南门，会五营士为八成进。四十七，退，名曰臣之。今金阁未掩，是民素习，自今以后可无四时讲武，但以立秋则即日代朝车骑，号曰治兵，上合礼明，下承汉制，奏可。著三献帝传载诏曰：自古帝王虽号称相变，爵等不同，至乎包崇元勋，建立功德，光启世性，言于子孙，庶姓之与亲，岂有疏焉？习我圣祖受命，创业肇基，造我区下，建古今之志，通爵等之差，尽封山川以立藩平，使异姓亲戚并列土地，聚国而亡，所以保益天命，安固万祀，立世成平，成主无事。世祖忠心而时有难易，是以旷年数百，无异姓诸侯王之位。朕已不得，继续弘业，遭绿土分崩，愚兄纵毒，自西卒东，辛苦悲曰：当此之际，唯恐逆入于南，以修先帝之圣德，赖皇天之灵，比君秉义奋身，正训神武，汉正于艰难，或保宗庙，华夏遗民，寒气之轮，莫不蒙焉。君情过计，与中谋一周，而掩之以谦让，守之以弥恭，是以往者初开魏国，西君吐语，拒君之为命，虑君之故辞，故且怀志屈意，封君为上公，欲以清顺高义，须似勋基。韩遂、宋建难皆罢，蜀余逆何从？徒为社稷，君复命将，龙骧虎奋，削其元首，屠其窟妻。既至西征，阳平之役，侵患甲胄，深入险阻，山夷毛贼，舔其凶丑，荡定西陲，悬经万里，身教远镇，宁我区下。盖唐虞之盛，三后数公，文武之兴，但是作辅，二祖成业，因豪左命，夫以圣哲之君，是为己任，由西土班瑞以报功臣，岂有如朕寡德？仗君以计，而赏典不封，将何以达神职位万方哉？今晋君爵为魏王，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，宗正刘爱奉策徙玄土之社，居以白毛，今虎符第一至第五，主使符第一至十。君其朕王位，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，其上位恭喜受符册，尽服朕命，简叙尔息，客随庶几，以扬我祖宗之修命。魏王上书三辞，诏三报。四十八，不许。右手诏曰：大圣以功德为高美，以忠和为典训，故使业垂名，使百事可惜，行道至义，使力行可效，是以勋烈无穷，修光茂者。即弃载元首之聪明，周少英文武之致用，虽经营数官，仰叹俯思，其对岂有若君者哉？
正为古人之功，美之如彼，思君钟情之机，貌之如此，是以美将漏服西瑞，臣礼命策，寤寐慨然，自望守闻之不得焉。今君重为朕命，故此恳切，非所以称朕心而训后世也。其意至准节，勿复故辞。四体书事序曰：梁谷以公为北部尉。曹瞒传曰：为尚书右丞司马建公所举。及公为王，召建公到邺，与欢饮。谓建公曰：孤今日可复作位否？建公曰：其举大王时，是可作位耳。王大笑。建公名房，司马宣王之父。陈松之按司马彪续传，建公不为右丞，以辞不然。而王引进书云：赵王篡位，欲尊祖为帝。博士马平亦称今赵辅君袭举魏武帝为北部尉，贼不犯戒，如此则为有真。著四位书曰：使至奉长宗正官。冬十月至兵，一岁征孙权，十一月至乔。著一位书曰：王清执金谷以令进退。二十二年春正月，王军居巢。二月，晋军屯江西好西。权在濡须口筑城据守，遂逼攻之，权退走。三月，王引军还，留下侯敦、曹仁、张辽等屯居巢。夏四月，天子命王设天子旌旗，出入称景壁。五月，作判公。六月，以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。移冬十月，天子命王冕石有二流，乘金跟车，驾六马，设五十副车，以五官中郎将披为魏太子。四十九，著一位书曰：初至忏位官。秋八月，令曰：袭衣至，复说出于见人，管仲、桓公贼也，皆用之以心。萧何、曹参、献力也，韩、陈平复侮辱之名，有见孝之耻，促能成就王业，生者千载。吴起贪江，杀妻自信，散京求官，母死不归，然在位，奏人不敢东向，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。今天下的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，即果勇不顾，临敌力战，若闻俗之力，高才一职，或堪为将首，负侮辱之名，见孝之行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，其各举所知，物有所疑。刘备遣张飞、马超、吴兰等屯下汴，遣曹洪拒之。二十三年春正月，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、司职为晃等反，攻许，烧丞相长史王弼寅，一臂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讨斩之。二著一位五故史载令曰：领长史王弼，是无披荆棘实力也。终能情事，心如铁石，国之良力也。搓跌九位辟之，舍其计而浮沉，燕惶惶而更求哉。故教辟之，以属所宜，便以领长史统事如故。著二三府绝录注曰：时有京兆京一字得一，自以是为汉臣，自日低讨莽和罗，忠臣显著，名节累也。因汉作将夷，未可计心，乃喟然发愤，遂与耿纪、韦晃、吉本、本子邈、邈弟牧等结谋。纪字季行，少有美名，
为丞相院，王慎敬一之，迁侍中，守少府。邈字文然，穆字思然，以依慷慨有日低之风，又与王必善，因以贤之。若杀必，欲挟天子以攻魏，南援刘备。时关羽强盛，而王在邺，刘备点兵都许中事。文然等律杂人及家童千余人夜烧门攻壁，依遣人为内应，设壁中间。壁部五十之功者为谁？以素与衣善，走投衣，夜患得衣，衣家不知是壁，未为文然等错应曰：“王常使以死乎？清曹势力矣。”必乃更他路奔。亦曰：“必欲投衣，其帐下都尉必曰：‘今日是进之谁门而投入乎？’夫必奔南城。会天明，必犹在。”文然等西散，故败。后十余日，毕竟已创死。献帝春秋曰：“收祭晃等，将斩之。”祭乎魏王名曰：“恨无不自身意，尽为余而所恶耳。”晃顿首伯甲，以至于死。山阳公在祭曰：“王闻王必死，甚怒，召汉百官议夜，令救火者左，不救火者右。昔人以为救火者必无罪，皆复左；王以为不救火者非助乱，救火乃食贼也，皆杀之。”曹洪破吴兰，斩其将任魁等。三月，张飞、马超走汉中，因平堤墙端斩吴兰，传其首。夏四月，代郡上古乌丸吴成堤等叛，遣燕陵侯张讨破之。移驻一位书载王令曰：“去冬天降毅力，民有雕伤，军心于外，垦田损少，无甚忧之。其领吏民男女，女年七十以上无夫子，若年十二以下无父母兄弟，及木魔所见，手不能坐，足不能行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，领食终身。幼者至十二指，贫穷不能自善者，随口给带。老貌须呆养者，年九十以上，父不仕，家一人。”六月，令曰：“古之葬者，必居极薄之地。”其归西门豹祠西园上为寿陵，因高为基，不封不树。周礼仪人长公墓之地，凡诸侯居左右以前，卿大夫居后，汉至亦谓之陪陵。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，宜陪寿陵。其广为诏狱，使卒相容。秋七月，置兵，遂西征刘备。九月，至长安。五十一，冬十月，宛守江侯婴等反，直南阳太守，劫掠吏民，保宛。初，曹仁讨关羽，屯樊城，是月使人为宛。二十四年春正月，仁屠宛，斩婴。遗著遗曹瞒传曰：“是时南阳咸苦昼疫，因于是执太守，东李窃，东李衮与吏民共反，与关羽联合。”南阳公曹宗子亲往说婴曰：“足下顺民心，举大事，远近莫不望风，然执郡将，逆而无益，何不遣之？”吾与子共角力，彼曹公军来，关羽兵亦至矣。应从之，即是遣太守。子清因夜于城王出，遂与太守收于名为婴，会曹仁军至，共灭之。夏侯渊与刘备战于阳平，
为被所杀。三月，王自长安出斜谷，军遮要以临汉中，遂至阳平，被阴险据守。宜注以九州春秋曰：时王遇骸，出令曰：鸡肋，官属不知所谓。主簿杨修便自言庄，人今问修，何以知之？修曰：夫鸡肋，弃之如可惜，食之无所得，以彼汉中之王遇骸也。夏五月，引军还长安。秋七月，以夫人卞氏为王后，遣于进驻曹仁及关羽。八月，汉水邑，冠进军，军媒与获进，遂为人，使徐晃救之。九月，相国忠昼坐西曹院为讽反免。宜注一事语曰：讽字子荆，沛人，有获西才，轻动夜都五十耳。忠昼由是辟焉。大军未返，讽前截图党，又与长乐忏为陈一谋袭业，未及其依据，告知太子朱讽，作死者数十人。王昶嘉戒曰：既因为讽而此云沛人，未降。冬十月，军还洛阳。宜孙权遣使上书，以讨关羽自效。王自洛阳南征羽，未至，晃攻羽，破之，羽走，人为解。王军摩悲。二柱宜曹瞒传曰：王更修至北部未泄，令过于久。柱二位略曰：孙权上书称臣，称说天命。王以权书示外曰：是而欲拒吾者，炉火上邪？是忠臣于上书还接奏曰：汉自安帝以来，朕去公事，国统数绝，至于今者，唯有名号，尺土一名，皆非汉有，其运久已尽，隶属久已终，非是今日也。是以还陵之间，诸民土伪者皆言汉行气尽，皇家荡心。殿下应其十分天下而有其久，以服侍汉，余身助望，遐迩怨叹，是故孙权在远称臣，此天人之应，亦弃其身。臣愚以为愚，下不以谦辞，因周不令诸放，为天之命，魔所欲让也。魏氏春秋曰：夏侯敦谓王曰：天下贤之汉作已尽，亦待方起。自古以来，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，即民主也。今殿下即荣三十余年，功德者于黎庶，为天下所依归，应天顺民，复何疑哉？王曰：师于有政，是亦为政。若天命在吾，吾为周文王矣。曹瞒传即是与并云还皆劝王正位，夏侯敦以为宜先灭蜀，蜀王则无福，二方既定，然后尊顺，与之轨，王从之。及至王薨，敦追恨前言，发病卒。孙盛平曰：夏侯敦耻。五十三，为汉官，求受未应，还接方敦，有一直之节，考其传记，是与为望矣。二十五年春正月，至洛阳，全集斩羽，传其首。庚子，王崩于洛阳，年六十六。宜遗令曰：天下尚未安定，未得尊古也。葬毕，皆除服。其将兵屯戍者，皆不得离屯部。有司各律乃直。
敛以食服，无藏金玉珍宝，是曰吾王。二月丁卯，葬高陵。二柱遗事语曰：太祖自汉中至洛阳，起建始殿，伐卓龙祠而数写出。曹瞒传曰：王使公苏越喜美离，觉之，跟商进出血。越白状，王公自恃而恶之，以为不祥，还遂请疾。注二位书曰：太祖自统御海内，山夷于丑，其行军用师，大教一孙，无知法，而因事涉其，决敌至甚，变化如神。自作兵书十万余言，诸将征伐，皆以新书从事。临事右手为节度，从令者克节，为教者复败。与鲁对臣，一死安闲，如不欲战，然即至绝机成胜，气势盈溢，故每战必克，均无信胜。知人善察，难炫以伪，拔于境，乐尽于行臣之间，取张辽、徐晃于王鲁之内，皆左命立功，列为名将，其余拔出细微，登为牧守者，不可胜数。是以营造大业，文武并施，御军三十余年，手不舍书，昼则讲五策，夜则思经传，登高必赋，即造新诗，备之管弦，皆成乐章。才力绝人，手射飞鸟，弓禽猛兽，常于南皮一日射至或63头。即造作工事，善制器械，无不为之法则，皆尽其意。雅性节俭，不好华丽，后宫衣不锦绣，是欲吕布二彩，帷帐屏风，坏则补纳，因入取温，无有原事。功臣拔邑的美丽之物，则悉以赐有功，勋劳以赏，不令千金，无功忘失，分毫不与，四方献玉，与余下共之。常以宋忠之志，习琛之术，凡而无益，俗又过之，故欲自制忠王衣服，四妾而已。父子曰：54。太祖闵嫁娶之奢贱，宫女士人，皆以造帐，从婢不过十人。张华博物志曰：汉室安平崔苑，苑子时弘农张之，之地场并善草书，而太祖雅之。还谈蔡邕善音乐，冯异山子道，王九珍、郭凯等善为戏，太祖皆与列能。又好养性法，易解方药，招引方术之事，庐江左慈、乔俊华佗、甘霖干使、阳城殿检无不必至。又习旦也葛至一尺，易得少多饮鸩酒。父子曰：汉末王公多伪王服，以服今为雅，是以袁绍、崔豹、崔军之徒，虽为将帅，皆者兼精。魏太祖以天下凶荒，资财乏匮，拟古疲变，才兼博以为洽，合于简易随时之意，以色别其贵贱，于今施行，可谓君荣，非国荣也。曹瞒传曰：太祖为人挑逸无威重，好音乐，畅悠在侧，常以日达戏，被服清宵，身自配小盘囊，以胜手精细物，时或关洽帽以见宾客。每与人谈论，戏弄言诵，尽摩索引，即欢悦大笑，至以头眉悲暗中，摇扇皆沾污金泽，其清亦如此。然持法俊客，诸将有计划胜出己者，随以法诛之，即故人旧怨，
亦皆无余。其所行杀，则对之垂涕皆痛之，终魔所活。初，元忠为沛乡，常欲以法治太祖，沛国桓绍亦亲之，即在兖州，臣刘边让言义颇亲太祖，太祖杀让，族其家。忠、绍俱避难胶州，太祖遣使救太守士谢晋族之。桓绍得出手，拜谢于庭中，太祖谓曰：“贵可解死邪？”遂杀之。常出军，行经麦中，令士卒无败麦，犯者死。其士皆下马，赴麦以相持。于是太祖马腾入麦中，遣主簿议罪。主簿对以春秋之意，罚不加于尊。太祖曰：“治法而自犯之，何以率下？然孤为君帅，不可自杀，请自行。”因元建割发以治地。又有信姬常从奏请枕之卧，告之曰：“须臾决我。”姬见太祖卧安，未及物，即自决，放杀之。常讨贼，领谷不足，思谓主者曰：“如何？”主者曰：“可以小胡以足之。”太祖曰：“善。”后军中言太祖七夕，太祖谓主者曰：“五十五。”特当借君死以宴兮，不然事不解。乃斩之，取手提训曰：“行小胡，到关谷，斩之军门。”其酷虐变诈，皆此类也。平曰：“汉末天下大乱，雄豪并起，而袁绍虎搜四周，强盛莫敌。太祖运筹掩谋，鞭挞宇内，去身伤之法术，该韩白之其策，官方受裁，各因其气，矫情任算，不念旧恶，终能总御黄基，克成红叶者，为其名略最优也。亦可谓非常之人，超世之杰矣。”56 Total